然后他们别大家好，我是一。对，你该出来的时候就不出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有有，我是一，然后中间是子子，我是小凡，大家好，因为子子感同。无所谓，我就是子子啊，我黄子子啊。对呀，李子凡呢？就今天三个姑娘做了一个包包啊，那怎么去发想，怎么分工合作？是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我们李子凡的印象都是比较活泼、有趣，然后好玩。那因为我们秉持的这种理念，我们想要传达给大家，所以我们在我们包包上面有一种很童趣的感觉。对，而且这个 ITF 是我们的缩写， okay. 然后对李子凡就配合这次的花的主题。然后我们就把它取一个名字叫 It's Fun Flower World， 对，花花世界一样。哦，太好了。对，然后有一些童趣的，像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烫上去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用喷漆喷的。哦。那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个小巧思在里面。好，哪里呢？噔噔噔噔。哦，在侧带的地方。因为有我们的签名照。哦。这三个小犬，然后后面有给我们就是的小卡片，小卡片就把我们的心意写在里面。对对对。送给粉丝这样。送给粉丝。冒昧问一下，你说是你们的签名照？对，有三个雪人，三个雪人，这个有关系的。对，为什么？就是他的高矮胖瘦不一样。好，刚好跟刚好，因为可能刚好有看起来比较胖的，可能是其中一个。哦，谁？一个是别来，别来。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比较高的是谁？了解，好，他们用这个喷漆，有这个手做的感觉，也有非常完美的这个刺绣的这个动物在上面，对，再加上贴心的小卡片，对，哦，这还不够，那小卡片上面把你们LINE账号都写上去，哎，没问题，让粉丝可以直接找到你们，谢谢一子凡，可爱的两位美女，谢谢，还有什么事情？偷偷宣传一下我们最近的事情，好好好，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在就是做一个募资计划。什么募资计划？就是我们的新的单曲。哦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一次，因为平常大家对我们的印象都是写真集，对对，性感美女嘛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跟着这一次的理念一样，花也是会长大的，然后我们也要长大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想要推出的全新的单曲，然后在我们募资平台上。邀请所有粉丝朋友呢，帮我们站台募资一下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太好了！来，我们这里宣传，你要收一点钱啊。为什么？这舞台是我们搭的，你在那边讲。留下来在旁边。讲你募资的事情。我现在粉丝只有6000块，我一定先去买包包，再去支持你募资嘛。没错，没错，真的。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样可以吗？没有问题。啊，那老板脸多臭，你看那一排，我都不敢往那边瞄了。来就回来就不要翻眼，以上那些不要翻。到3月5号，就在微风阿朵雷爱妥列南山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楼层3楼。然后呢，上网到官方粉丝页就会参与竞标，把你偶像的包。